来，现在第四介绍第六个勾，肉饼一样，往上推，然后转下来，然后走到中间，收一点，然后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，到底了，挤一下，再用调整一下笔尖，然后再挤第二下的时候，就要准备要转弯平的，然后呢，向下转，顺时钟，勾。转上去，这样子，来看一遍，肉皮，直到最底下的地方，要转那地方做一下调整，笔尖缩小一点，再挤一下，往平的用，然后向下转，顺时针，勾上去，这样。再一遍，肉鼻，挤一下，调整，挤一下，再弯平的，然后转，顺时钟，勾上去。这个地方呢，最好是这样有凹进去比较好看，尾巴的话就要凹进去，这里要凹进去这样比较好看。就这样，六个勾。